Hello， 大家，我今日会读呢篇小文章。短文。短文。星期六下午，妈妈带弟弟到公园玩耍，弟弟被花圃里的大红花吸引住，忽然他发现叶子上有一只一条小毛虫，用想伸手去捉它，妈妈看见了，连忙上前阻止，不准他伤害小毛虫，弟弟立即把手缩回，对跟小毛虫说：对不起哦，拜拜。呢边最难边个字啊？最难。记极都记唔到系边个。就系呢个咯。想。想伸唔系几记得。想伸手去捉它。系啊，同埋呢个。伤害。伤害你识啦，你系成呢度唔记得呢度啊？呢度个想字唔知点解唔记得，想伸手系呢个动作，成日都读咗想用手，系咪 ？OK 啦，好啦，系，拜拜。